精湛演技让孩子不敢不刷牙。小朋友会很懒，不喜欢刷牙，他上床睡觉了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刚好刷牙吗？”他跟我说：“有啊有啊。”就我还跑去厕所看一下他的牙刷，我发现是干的。你要跟那个牙科约好了。我有些妈妈看带孩子来看诊啊，她会先自己先进来，待会儿就告诉她鼻子里面长了虫，叫她从今天开始要擤鼻涕，记得约好约好。